来可能是骗人的。嘿，我的钱呢？我的时间机器快完成了。你是想杀了我们吗，天才？你是谁？不是你，但来自未来，这不可能。看身份证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不，这是错误的，这不是我的身体。我会证明的，这是我们的童年舞蹈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就是你。不，不要伤害我们。所以你就是来自未来的我。勺子，我的建议是开始锻炼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，之后再说吧。所以我的时间机器是最好的，真的有用。不，我的是最好的便携式时光机。酷，我要拍一张来自未来的照片。回来，哇哦，你看到未来了吗？是，我住在那里，我要把它发到 Instagram 上。我应该下载 TikTok 吗？我要出名。你做什么？什么？不许玩 TikTok。 行，知道了。我应该买轮滑鞋吗？不，不要买溜冰鞋，选择更安全的东西。好的，那么就玩拳击吧。你疯了吗？我们的身体会非常痛苦的，不许玩拳击。冷静。足球，触地，传球。好的，明白了，飞镖是安全的，对吧？现在又怎么了？拿一本书代替。哦，我记得这个传奇游戏，老虎队以2-0输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毁了他。我们回家吧。嘿，迷你的我，不要生气，我们看电视吧。哦，是阿凡达，他们还没有发布续集，你知道。哦，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嗨，美女。哈，走开。等等，我会解决一切的。回到5分钟之前。嗨，美女。我没打到。不，要一次，再次回到5分钟之前。这个女孩很危险。我会找一个不一样的。嗨，我的答案是这个奇怪的数字。
你没有通过考试，麦克。我需要过去的我的提示。我正确的答案是二。嗯哼，谢谢。我解决了，没错，干得好。宝贝，我应该选择什么？这个还是这个，或者那个？这个颜色我穿看起来不错。不是的，把裙子放回去，把我的时光机给我。什么？麦克，他是谁？你这个肮脏的骗子！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的时间机器坏了，我被困在过去了。如果我们修好旧的时光机呢？耶！啊啊啊！什么？为什么没成功？你这个愚蠢的孩子，这样就好了。等等，哪是你的东西，爷爷？我们跳舞吧。再见。哦，勺子。哦不，我的时光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东西，嘿，我的桌子，我的椅子，快回到过去！你又把机器弄坏了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少了点什么？啊，我的脚，马上修好。我不知道，快点！哦不，我的好胳膊，快点！等等，会有用的。不，拜托，看，有用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迷你的我。这谁？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哇哦，你是我，来自遥远的未来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啊，没有勺子了。Ouch！ 嘿，回到未来，你留在这里，知道了吗？我要回家了，再见。你喜欢我们的时间旅行故事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是否想要一台时光机器遇见未来的自己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给这个视频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乌库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